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，要想富先修路，这也正是近年来塞尔维亚的发展理念。在6月15日举行的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 B5 标段通车仪式上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，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 B 段项目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南部郊区，包括三个标段，全长 20.34 公里，由中国电建承建。此次通车的 B5 标段全长 3.1 公里，包含三座桥梁、一座隧道。B4 标段已于2021年4月完成移交并通车。B6 标段将新建总长 9.6 公里的高速公路，包含16座桥梁、一座隧道。武契奇说，在中国合作伙伴大力支持下，我们集中修建了一批高速公路和铁路，为经济逆势增长打下坚实基础，展现了塞尔维亚快步奔向未来的美好愿景。我身后即将通车的斯特拉热维塔隧道堪称目前最现代化的隧道，对此我们深感自豪。武契奇表示，期待2023年 B6 标段早日通车，这不仅是贝尔格莱德市的重要项目，而且对塞尔维亚意义重大。中国驻塞使馆临时代办田一树祝贺 B5 标段通车，并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企业克服当前不利条件，尽己所能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，这充分体现了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是中塞合作的根本目标。田一树感谢塞方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技术的信任，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将早日全段通车。